哎，先生请起，先生请莫惊慌，我等并无恶意。我知道你们是秦氏，冒昧请先生过来是有事相询。昨日在春申君府上，无意听到先生提起李元对春申君意图不利，今日春申君就被行刺，在下只是好奇。 李元与春申君到底有何仇怨？就是因为我与嫪毐过从甚密，那嫪毐才将我从宗室除籍。公子，我也未曾料到关内侯会来咸阳，更未曾想到他会如此冲动。目下如何？ 你若是不帮我想办法，我就将你让我做的事情都告诉长信侯。禀大王，喜讯呐！启禀大王，你夫人已经生了，是位公子。男娃，那寡人有儿子了。恭贺大王后继有人，大秦万年。儿子，那寡人为他取的名字便用得上啊。敢问大王取的何名啊？